交通工具已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。为了因应各种应用，车载电脑已成为交通工具的标准配备，但行驶期间会遇到许多情况。列车在恶劣环境下行驶，碰到急电工因冬天结冰，导致列车电力传输不良，使得提供车载电脑的电力产生瞬断状况，让电脑瞬间关机。警车在执勤完回到警局后，车载电脑也需要电力将影像储存及上传至行控中心，却因熄火而导致电源中断。为了解决以上难题，星汉集团整合先进技术及研发能量，推出最新产品 VTKS Cap。 VTKS Cap 是一款车载电脑专用的不断电系统，在车辆遇到断电时提供最多长达6分钟的电力。采用超级电容设计，具有10年的生命周期及多达50万次的电池循环周期，能在负35到80度的环境下持续运作。 VTKS Cap 可支援扩充，一组主机搭配3组备援系统，在25度 C 下的环境最久可维持6分钟，最大可支援200瓦的电脑系统。另有系统状态监测软体，方便检修人员确认系统电池健康度、充放电以及电量等状态。灵活的安装方式也符合空间有限的车厢环境。 VTKS Cap 车载电脑永不断电的最佳选择。